解放军围台演习进入第二天，东部战区海空部队接连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如果说东部战区空军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在目视距离俯瞰祖国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让人振奋，那么解放军报在官方微博发布的海军演习照片就是震撼了。激动之时，废话不多说，直接看图。在这名解放军海战士兵的面前，清晰可见日共有歼十战机七架次，歼十一战机六架次，歼十六战机十架次，苏三零战机24架次，运八远干机、运八反潜机各一架次，在台海中线附近活动。其中，歼十一战机、苏三零战机在北部中线越线挑衅，其余机则在西南空域活动，但航向同样采取逾越中线的作为。台防务部门承认，当天有68架次解放军军机持续于台海周边频密活动。解放军单日出动68架次的规模，已超出此前单日56架次的最高纪录，创造了解放军绕台的新纪录。讽刺的是，解放军已经公布了从战机上俯瞰台湾海岸线和中央山脉的视频和照片，但台空军发布的解放军军机航迹图上，给人的印象却是解放军军机依然在远离台湾。是谁在隐瞒真相，粉饰太平？老司机想，这已经不用多说了。种种迹象都显示，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这场演习已经极大震撼了台湾方面。